王嘉尔以品牌代言人身份现身巴黎出席时装周 ，Jason 更被票选为品牌男装 show 最具影响力 top one， 认真巴闭啊！加上 Jason 去到边都吸引大量 fans 围观，人气真系肉眼可见嘅高。今次巴黎之行 ，Jason 仲同同样应邀出席时装 show 嘅 God Seven 好兄弟 Bam Bam 难得聚旧，两人一见面就即刻揽到实一实，睇下佢哋开心到十足十大细路一样啊！Jason 亦特別拍片同大家分享呢次參加時裝界盛事嘅感受添。今次嚟到巴黎 ，official 被邀請可以有機會可以去睇，我好榮幸，同埋成個體驗我都覺得好好好。成個 show 睇完落嚟，我自己覺得個感受就係好完美咯。除咗佢嘅今次嘅系列嘅設計啊、音樂啊、成個環境嘅感覺啊。燈光同埋一開始，我哋身為被邀請嘅 guest 係其實搭船入去嘅，所以我覺得成個 it's very well thought through。我覺得睇完好似睇完部戲咁樣嘅感覺咯，係啦，好興奮，好興奮可以睇 show。而同樣現身巴黎時裝周出席呢個品牌活動嘅，仲有宋仲基、林俊傑、白敬亭、魏俊生、林柏宏等等。現場星光熠熠，非常熱鬧，他們都趁機合照留念。